Okay, let's go.之后大家稍后一起到身后的游客中心去领取结束之后，好嘞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和现场的朋友一起来跟凯凯再一次的互动了，想不想要？想真的会不会是我被亏没心窍了？敷衍了太多，我怎么不难过？要你亲口说，别只是沉默。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八月中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，热爱105度的你，滴滴青春的蒸馏水。